天留给中国人的时间已经到了，该让他们尝尝帝国圣战的味道，放毒气弹。 将军阁下发报，我们已经拿下了这个临时指挥部。嘿，迟则时日，快则三天，日军就会攻破我们的层层防线，直捣唐德。迟做的意思是，尽早退守唐德，据城坚守。 中国军队在江边的指挥部已被我军攻克。好，现在唐德周边的一切障碍正在被我军一层层的肃清，也许十天，哦，可能就是明天，不知后天，我们的军队就会攻克中国军队所有的据点，直扑唐德。 师座，日军的飞机没有轰炸，而是发了传单，从阵地一直到唐德城。这上面说啊，要在今天日落前突破咱们长江封锁线，十天拿下唐德城。 拿咱们中国部队师级将领人头投降的，赏钱10万，还要赐大和姓氏，最后还写有啊，保有此文者，破城之日可保不死。报告师座，东侧和西侧都已经被日军突破了，友联部队似乎在有意保存实力，并没有全力封锁。 我们的防线已经支撑不了太久了，让他们进来。是。起立，立兵。执行，你说吧。 党国之精锐在虎贲，虎贲之精锐在哪儿？待会儿喊！现在的情形，我不说，想必你们也知道，日军步步紧逼，是时候进驻唐德了。现在唐德城里鱼目混杂，想守住唐德，就得先把里边的人请出来。
黄营长说的对，现在唐德城的百姓已经乱了，再混进灾民，那是乱中加乱，必须要把唐德清空。一，是为了保护百姓；二，是为了积聚作战物资。这件事儿，大虎，交给你去办，2天时间。保证完成任务，完成不了任务，拿我脑袋！完成任务就好，至于你的脑袋。 在我这存了不知道多少回了，齐越，到。去协同定制他去。又让老秦管着我呀？你这次再完不成任务，行了。就算他完不成任务，你舍得杀他吗？